方式来带大家回到学生时代，我们邀请了五位明星来回顾他们在学校里面所过的生活。所以没有老师问八卦的吗？啊，有啊，有那个体育老师。他们问八卦的点是从哪里开始？他就因为我翘课，然后被他抓到，然后他就说你那个你传五甲的过来，然后我就走过去，他说哎、欸、你是王彤哎、欸，我就说哎、欸、是，他说好翘课哈，哎有没有八卦？你讲我不当你，他就这样跟我讲，这样讲你要讲什么？就问很多问题啊，比如说杨雅竹的事吗？哎、欸、好像有哎、欸。什么？就会问杨雅竹跟明道到底是明先生的事情，真的假的？对啊，他就很爱问、啊，怎么那么敏锐？对啊，他有在 follow 影剧新闻呢。对啊，对。结果你说他们俩有在一起吗？我就说应该一个巴掌拍不响，有风就会什么？就是会有风就会有浪。对，杨雅竹脸僵掉了。可是他跟明道分手了，他分了，我们根本就没有在一起啊，我们根本就没有在一起。杨雅竹的恋爱史就是国小毕业的时候了。你男朋友是十八，第一个男朋友十八岁，要跟小学六年级才聊什么？就是去看电影，就聊电影的内容。好好哦，吃饭的，国小就会看电影哦。男朋友会看电影，看电影会看吗？我不会。那你国小在看什么？看中国民间故事啊，我也是哎、欸。然后看完就看至尊那个至尊大爆笑，对，那个这个我知道，可是你不可能自己去戏院看是不是？不会，而且我初恋是十一岁啊，我喜欢男生是也是同校。No， 你在逞强，那是暗恋。哦，对，暗恋啊。人家对方没有爱回来啊。有，他跟我说他交往，结果可是我被我发现他跟另外一个女生在一起啊。你十一岁就已经说了，我十一岁就被劈腿。那他也是一个学长吗？比我小，十岁还没有，比我小五个月啦，是同一届的。那他牵手那个，他牵手的对象也是你们班的，是我的好朋友。哇，是我同班四年的好朋友。哪一家？你们不需要那么惊讶，他在聊一个十一岁的小孩的事，这是一个很无聊的小孩的故事。我觉得杨雅竹的比较真实，因为十二跟十八是爱情。对，我的不是。黄童那个是就是小狗小猫。因为看到他穿横条，我就爱上他。横条上衣，横条对。他是越狱出来的。我以前国中遇过一个男老师，狠狠的羞辱我自尊心，因为那老师是。还蛮年轻的，然后很壮，他每次 T 恤都好崩，然后我心里，我心里爱他，我很爱他，可是他就是那种出了名很凶的人。对。然后以前就是有一次，就是不用上课的时间，我到学校去跟同学约在那边见面，然后就看到远远的老师来，然后我当天穿一个当时很流行的紧身高腰牛仔裤，然后就立刻在他面摆了就是那种这样跨坐的姿势，就是以为这样会吸引到他，然后他就也没有多看我几眼，可是我想他多少被我吸引到了。有一次在班上，我在偷看那个别的书，他就把我叫起来，然后就狠狠打了我的手心三下。嗯，就你知道被喜欢的人这样，我懂，就是真的是很羞辱的感觉。应该是 pose 摆错了。可能吗？因为他后来就跟一个女老师交往，那个女老师是非常女性化的，你太 man 了。他可能觉得应该摆那种文雅的姿势。对对对。所以他现在如果在看电视，不是很后悔吗？我想知道你爱他的话，多少是有后悔。他现在回来再找你，愿意跟他在一起吗？先看他现在变怎么样。这是很久以前。我还以为裙子长这样。你知道以前我们要以前不懂哎，那裙子是什么？没有，这是裤裙。哇。华裔就是这样。见哦，你看我，我读高中以前我就好兴奋，因为我想说华冈艺校女生可以穿窄裙，然后很短。嗯，结果后来到我们那一届的时候，她就换成这种裤裙。你可不可以解说一下那个结构是为什么要？它其实就是一件短裤，可是它外面硬要加这一片，加一件这个，就可能是复合。追求什么？以前就是说你以为是裙子吗？错，它其实是裤子。谁？然后可以这么低腰吗？我们其实不行，在以前华裔大家都是把这个拉出来。学校有规定要高腰是不是？没有，那年头大家没有在 care 高不高腰哎。你看他们都走，哇！我已经觉得别闹了，很不舒服。所以你衬衫一定要把它这样捞出来。对，而且一定要就是我们会自己绑鞋带，有没有？然后让它哦，衬衫里面绑一个带子，让它可以翻，让它可以。不然最流行的吗？没，我不知道。学生都这样弄。不然如果你看，如果要像学校这样扎，会变成这样哎。很丑，真的很
很挫啊，所以就要。可是以前看起来蛮有精神的啦。谁追求有精神啊？你知道以前我们华冈艺校女生非常爱打扮，都会把眉毛画这么高，然后眼影、睫毛都一并来，很齐全的妆。然后还有一个女的穿白色马靴去上课，真的。就是现在不是艺人，我们都说他把马停在哪里啊？就是爱打扮到这种，他这个有一点故意要诱那些男同学。你怎么做到的？没有，他里面还穿深色内衣。对，我穿黑色的。可以这样吗？可以啊，穿深色内衣超性感的，我觉得。因为我校的女生啊，所以还好。我们是女校，是因为今天我那个同学他说，哎，怎么办？我今天穿红色内衣来。我说那我就穿黑色啦，我们就 on suit 偶多少班，所以我就穿黑色。所以你们学校女生会流行玩深色内衣的游戏？会啊。小 S， 如果你是女教官的话，这四个人上是不是都有可以骂的点？我觉得硬要挑都有可以的。所以你女教官出场会讲什么？会说给我站好这类吗？说大家停下来，他们在干什么？站起来！你知道女教官就要一昧的吼一个什么？你知道三个字、四个字的。对啊，大家说啊，哎，干嘛出现？你那怎么卷发？你怎么还有时间去把它弄卷？你有没有在读书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这是什么？想要给谁看呢？哈？你要勾引谁？我请问你。为什么你可以不用穿裙子？你的制服风吹拿呀？啊？课本有没有带来？你根本无心在上课吧？你啊？你很爱这个叫，哎，你为什么穿正服？我为什么？我来变魔术给你。快表演啊！我要看扑克牌的把戏。上学可以化妆吗？我们化妆其实超可以耶，化妆还好。长度现在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没有，要扎起来啊，还要扎起来哦，不可以放下。我们是这样子，哎，做那个水晶指甲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啊！大家都去念你的学校好了。对啊，这有点染发呢。染发不行，而且不可以那种，像我们就很多，因为可是你有染呢、啊。对、啊，我有染，因为我有特就是特权。哦，特权。我国中会这样，大牌。我国中被排挤。对，特权。为什么他可以请假？欸、没有，因为我是念戏剧科的，所以有这个教练。好，我们让四位美女走一下台步，好好来。打起精神来！好，回来喽！好，教官出场吧。教官，